其实啊，我今儿是有个不情之请。酒店的事儿，一句话。是个人问题，我想再婚。就是你身边可能女孩会比较多一些，我就想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。那我也就直说了，哎，你介绍介绍你自己。我离婚不到一年。他一直在试探我的家里，我就炸了他一下，无中生有的说我知道他在深圳已经结婚生子了。我感觉他似乎急于结婚，对再婚对象的要求也并不高。一个30出头，事业有成，刚逃离了围城，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啊？